老子想当年冬轩谁么也有个30分嘛，以后该咋个办？告诉我。想陪你把话堵满墙，也想教你游泳和歌唱，用床头的光就当作太阳遮纸船远航。小李一条龙门，这次你一定要给我跳过去。我想陪你跌倒，陪你受伤。小学奥数学完了吗？奥数。英语呢？英语他会好几天。他来教你。穿大人的西装，学世界的匆忙，要假装的擅长。你会不会为自己？还要保持幻想。我再拼一次。期待未来的烦恼能有个人分享。也能坦然地为自己鼓掌，拥有完整的梦想，去自然的地方，用力的成长，期待你未来的幸福能有个人。凭啥子我问你都是玩，凭啥子小米就没考进过，我就是随便憋了一口气家不要了，店不要了，现在连我老二都不要了。我脑子里面都是水，都怪你老二没有本事，没有方法把你送到更好的学校去。其实当爹妈的都一样，拼命踮起脚尖想把娃觉得更高兴。再说小鲤鱼一定要跳龙门门，这个世上有江河湖海，我想总有一碗水能让他好好活着。就当作太阳遮纸船远航。往哪儿走？这次你说了算。